迎大家光临圣盟拍卖场，哪位贵宾能够让他认主就能带走他。本次的拍卖会只有一件拍品，请让我试试吧。他身后是光明女神，这一关是第一层的最后一关。神族，您的神剑终于重见光明。少年，通过后我们就能去第二层了。欢迎来到第一层的玄主试炼。